欢迎回来，外立方，我是老人老人。今天要介绍的潮牌是来自韩国的 Amber。Amber 作为韩国其中一个以甜美可爱风设计的潮牌，它是一个以自然外观为主题的品牌，强调自然和舒适。它通过结合大自然与城市共存的个性，他们创造了一个男女都可以轻松享受的服饰外观。在电视剧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里，男主和女主都曾穿过他们家的服饰哦。还有 Tony 与景天、徐梦洁、泰国的 Vicky PP 等等艺人明星都曾穿过哦。价格方面呢，还算是挺合理的，大约100马币起哦。Amber 拥有的系列众多，像是小熊系列、小娃娃系列、复古的小花系列，还有偏简约的设计。如果你也喜欢，欢迎去购买哦。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，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